就是说，我们彼此有诚意，就不要变成说，你第一场公听会办完之后，过了很久才会再办了。就是这个，我跟林委员跟国民党党团来协调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不要在这边提案了。好，我就已经承诺说至少会办两场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这个提案，我们就 A、B 就不做处理了哈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请下一位顾立雄委员。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我想我首先很高兴，听到前面有几位，不管是国民党的委员或者亲民党的委员，都有表示对于转型正义的支持。